它又撞色又舒服又柔软又冰凉又顺凉，重点是要瘦，棉裤要瘦。但这一侧裤脚你看，不论是 Kitty 还是我，它下面是收起来比较时髦一些。下身这一侧裤子啊，它倒不是直筒裤，也不是老爷裤，它就是有一点直筒下摆再窄一些些。另外的话呢，一样 free size S M L 都可以直接驾驭，里面呢是完全冰凉的，蛮像滑料的太空棉。你看它纹路的，里面是凉感的，你看光看那个镜头就知道它是凉感的。这一件呢，你们可以看到它非常非常的柔软，然后整件呢大概厚薄度只有 1.5 颗星左右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软舒适，舒服又凉感，然后又透气，而且呢整体非常非常的修身，很显瘦，完全修饰掉你窄胯宽的位置，以及呢小腹的这边呢，因为有撞色的视觉效果，所以呢让你更加的显瘦。